Hello， 大家好，非常欢迎我们的小朋友呢，今天是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上一次呢是在上一期的视频当中跟我们的小朋友介绍了下来作为我们的科学实验娃娃秘密特工当中的 Adrian's 系列。我们在这个到包装当中呢还有一个活火山那个小的一个实验，需要玩的话呢就需要只要在里面加入我们的小苏打和醋，就可以做出我们非常可爱的一个活火山。我们在这个套装组当中呢还会附带一包颜料，或者是说叫使用的一个色素，我们可以把它放到我们盘子里面当中，然后和我们的实验特工组的娃娃秘密特工我们的 Adrian's 一起来做我们的活火山那个小实验。那么我们就现在来做一下，先可以把我们的小火山呢给它准备一下，准备好来。这边呢是在我们的火山里面加入一些小苏打或者是一个小的酵母粉，然后呢我们要加一些些的橘红色的一个色素，里面呢是有一些些的这个颜色特别的浓，所以它看起来呢是特别的深。我们会用到我们的一个滴管去把我们的醋呢给它吸进去，然后这样的话呢就看起来更加专业一些，而且它会更加的方便于我们去测量。我们可以让我们的 Adrian's 呢是躺在这边一起来看我们做这个小实验。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火山当中稍微的滴一些我们的醋，然后就开始听着它开始就冒泡，再加一些些我们这个苏打粉，当然也少不了我们的小醋，放进去，谢谢。现在我们的火山呢就已经开始往外冒啦。我们现在再可以再加入一些些的这个苏打粉，然后从它这里面的冒出来的颜色其实就是我们之前加入的这个食用色素的颜色。好了，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给你带来这样的一个小视频，它就是关于我们科学实验娃娃秘密特工系列的 Adrian's。 我们之前呢也给我们的小朋友呢开箱展示过我们的之前的一个娃娃叫 Magic Queen， 或者是叫一个美琪 Makila。 希望你能够喜欢，不要忘了订阅点赞和留言，下期再见喽，拜拜。